种荒谬减肥法，营养师看了都傻眼。想瘦的人会无所不用其极。听过有人去泡那个冰块浴，家里的浴缸它放水之后，它也放大量的冰块，让它的基础的体温上升，来维持这个周围的一个环境的一个酷寒。除了这之外，我还之前还听过更荒谬的，就是一个 APP， 它就会不断的放出你现在很瘦，你是一个瘦子，有这种东西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